你搞你走呀！够想要搞我拖落水，害我跟你这笨手关节笨手腿来去。你这样的棍子，你爸爸妈妈饲大我以后是变金丝拢不如，因为金丝会送给你爸爸。你给我丢下！你怕什么？你不要紧，你愈生气。你卖来做我们家主任安怎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，万事一冷气。 为着我的金孙冠状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甲撮到转来。安尼，姐姐，你千万袂当甲我和我阿妈吵走。千万是不顾爹感情上做出家己的选择。我可能也是卖个笨啊，若无死搞吼，张你无三位千岁听袂落去，就派兵将甲你讲尻川啊哦。小平，小平，你是安怎啊？当然是王爷咧发威啊啦，生也爸孙搁敢有袂讲话哦？阮孙本来就应该甲我做伙。 我今仔就要囡仔出走，姐姐，你是凭啥教死我？你搞崩溃，姐姐，你！我的哈尼太有正义感，我家己吓惊，真不知我厉害。我决定要离开查理，因为我关到目睭紧紧，怕查理去害我害死。分手这件代志，要靠我来处理，我会想办法，让查理对我彻底死心。